藉住大灣區發展嘅東風，舉辦首屆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技能大賽，向粵港澳地區嘅行業師傅們有一個一展所長、以技會友嘅平台，俾大家發揮各自領域內嘅工匠精神，向社會各界展示我哋行業最為專業嘅技術以及高超嘅手藝。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咧，亦都係講緊喺呢個大灣區裏面啊，九個內地城市同埋咧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啊，無論我哋喺社會、喺民生、喺我哋嘅文化各個方面之間咧，我哋個交流、城市之間嘅互聯互通、人員之間嘅來往流動啊、文化各方面嘅交往等等咧，都係至為重要嘅。二十一世紀係拼科技、拼技能嘅時代。職業技術能力和科學技術能力同樣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的體現，科技的進步離不開高素質的技能人才隊伍的配合。粵港澳工會和勞動界的交流活動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要有新作為、新發展、新取向。本次技能大賽就是粵港澳工會合作創新發展的具體舉措，是推进大湾区交流的生动实践，也将成为粤港澳劳动界合作的鲜亮品牌。